所以接下来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。好的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待会的比赛。OK 了，接下来呢，舞台上有卓文萱，有嘉伦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通过歌艺的比拼来决定嘉伦是否能够胜出。那么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卓文萱的一首歌曲。是的，我要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一句话。一句话，我们先听为快。有请萱萱。谢谢。来到我的身边，接下来你要挑选一首歌曲来迎战我们的卓文萱了。我们来看一看歌单，好好选哦，要有针对性的挑选和比拼。刚刚卓文萱的演唱当中啊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抓住啊？对，这个特点就是好听。好，接下来《霸王别姬》啊，今夜你会不会来？宽容，爱你等于爱自己，爱情转移，假如哪首？来，谢伦选择信乐团的《假如》。假如。要准备飙高音了哦，龙队的兄弟们，接下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嘉伦带来《假如》。